this is Mr. Blue again, and right now I have an interview with QQQ from DK, so let's just get it going. 所以就是你们刚才打赢 IG 吧，就是我们就讲第二场嘛，就第二场你们那个优势拿打到很好，可是然后到中期的时候你们就很保守的打，然后最后到后期的时候打输掉，你们在那时候有什么想法呢？ 当时决策有点失误吧，觉得后期有没有谜团嘛，然后觉得不怕他们，然后求稳，一直在等肉战队，然后打得不够凶，给对面的机会，然后最后被翻盘了。但是真的打第二盘嘛，你只能想着先不想这一盘，打好下一盘，回头再来讨论这盘怎么打。就是你们到第三场的时候，你们打法跟第二场有点相差，因为你们第二场打得很保守，可第三场你们反而就是比较冲着竞技打，你为什么会把你们的打法改掉？就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它改掉呢？因为第二把输了，虽然说没有细说，但是每个人的感觉都是觉得打得不够凶，所以才会机会，就是虽然当时没有细说，但第三盘自己打的时候觉得不能像第二把那么打了，所以会打得凶一点。 OK，就是你们下一场是对到 Alliance 对吗？你们觉得他们会难打吗？然后你们会难打吗？我们也看了老干爹打 Alliance 的，觉得 Alliance 打得很好，他们就算在前期劣势的情况下，团战一样可以打得很好。我觉得这个队我们很难打吧，但是我们会做万全的准备。就是 Alliance 你们打的时候，你们信心会有多少呢？跟如果你们会选择。 别的队来打吗？如果你们有好选择的话，你是说剩下的队吗？剩下的队你有什么队会比较想打的吗？除了 Alliance，剩下的感觉都差不多吧，感觉胜者组的上面的拉维和同福还有 Alice， 感觉都差不多比较难打吧，也不会太挑对手，碰到谁就打谁吧。我们就来说一下今年你已经是在这里 TI 有3年了对吗？对对对。 就是今年跟去年的 TI， 你觉得在这个这些队伍当中，你觉得有分别吗？就今年跟去年的像实力这样有没有很大的分别？今年的国外队就是欧洲队啊和美国的这边都比去年厉害很多。去年属于中国比较强吧，今年是感觉是国外比较强，但是中国也有一战之力吧。就是像东跟西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就是你们我们当然我们看那个亚洲队啊，就是很多选手都是一样的，就重复的选手，可是西方的这些队员都有比较多的不同，像 EGM、 Budo 这样都是很新的选手，你觉得这个会使到这些亚洲队或者是可能中国队来说会有一点的就是有点 disadvantage 这样吗？ 中国确实现在新人比较少吧，就是新的选手嘛。因为现在在中国的队伍是很要求成绩的，他不会太冒险去重用新人。然后一个纯新人的组成的队伍不一定能拿到好成绩，所以就造成中国现在就是新人很难出现。所以你觉得要怎么把这个改善呢？能改善吗？ 比赛多一点吧，然后也不太好说，就是看有哪些俱乐部愿意去培养新人，就是新老搭配，我觉得这种是最容易训练出比赛人才的。所以你会不会赞成那个 S 吧，就是很像你们四大队把就是不让你们参加一些比较小型的赛，让他们培养新队嘛？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他这种做法，可能是对我们老就是老队是有，是有一定保障的，但是他的政策会让比赛变得少，这对中国多少届来说是不太好的，而且你这样的话，其实新人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其实也说不太好，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好，讲不要紧，就这么讲了，就是你现在就给你对赞助商或者粉丝说一些你要说的话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虽然我们那段时间成绩一直不好，但现在到TI3我们会拼尽自己的全力来努力的，谢谢大家。OK，Thank you。